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立人天。师兄师姐，你们好，大家对着镜头招招手好吗？嗨，招招手，嗨，很多是我们的学员，还有信众哦，第几届？啊，二十届。二十届啊？啊，你也是二十届吗？啊，不是二十三。你二十三哦？对。师姐，二十一。二十一啊？哦，二十二十一二十三哦。大，二十七，那二十七，这是同班同学，夜间部同学，啊，对，好。你们今天这一周都在写啊、哦？你们供养什么莲位可以讲一下吗？供养啊，祖先，哎，啊，个人冤亲债主，哦，还有地基主，哦，很好，啊，谢谢。哦，这行李还是处理起来平安了哈、哦，非常好，非常好，慢慢写。那师姐，你供养什么？哎，超度祖先冤亲债主，哦，哎，哦，非常棒哈、哦，超度祖先冤亲债主。那你呢？祖先，还有冤亲债主跟冤亲债主病魔菩萨。还有英灵，对，还有我母亲的往生大莲位，因为还没对年，对对对，有必要的，有必要的哈，对，慢慢写，我不打扰你们了，来来来，阿师姐，哎，你们是哦，对对对，同学，哎，是哪个道场啊？杨梅教室，杨梅教室哦，对，那就是圆如讲师，圆如讲师，哦，对对对，那你也是杨梅？是是，我们同班同学，同班同学也是夜间部同学啦，哎，很棒很棒哦。这两个人回去呢，学的话可以共同切磋一下啊，对，会吗？你们会谈吗？会啊，会，每天在谈。那所以说，上课的时候是恁遐道场、里道场、你们教室都远，是半个小时啊、哦？对，啊，谁带你？都他在开车带，对对对，很好啊。互唱互水啊，对、哦，对不对？对。所以你看，工作在一起，读书在一起，今天呢、啊、供养祖先莲位或者其他莲位在一起。对。今天供养什么莲位？哇，太多了，都有。都有啊、哦。哎。祖先呐、啊，个人亲友的。哎，长生入位啦，大莲位啦，个人大莲位都有。哦，很多很多，慢慢写哦，我怕打扰到你们，好、哦，所以慢慢写，好，老祖加持。谢谢。好、哦，谢谢，谢谢。谢谢啊、我们看到了，大家都很认真哦。这一位师兄，哎，师兄你好。我会现在跟你联络。会赢哦。哎，啊，你在教他？没有，我也不会，一起的。第一次来哦。对对对。来来来，他们第一次来的。刚刚哦，我改改回来哈。有那个师姐有教过我。四年就是要写农历，还有。冤岁次也是要写农历，是的，是的。然后我就跟师兄说，在这个冤亲债主上面文书上面有个连坐的地方，我会分享给他，顺便写一下我们连位的号码。等一下丙
文书的时候顺便把我们联位的号码讲出来。没错，因为那上面去你就看了很多联位密密麻麻的哈。你有如果说你有这个大编小编写上来更清楚啦。哎，对，容易对号入座，比较好找他的位置。什么东西？啊，小心哦。师兄，谢谢你呀、啊，慢慢写，不打扰。好，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你。哦，大家都好认真哦。我们最高兴的就是说，像一家人一样哈、哦。有些信众第一次来啊，不晓得要怎么弄，师姐啊就会教，就会教很多人哦。所以啊，这个呢，就是说，大家互相教学啦。因为来的时候第一次，真的是比较没有经验。来，我们再到其他地方，因为真的太多人了，我们可以看哈，一眼望去哦。哎，我们有很多的服务台，很多的人哦，大家都是非常的忙哦。今天是礼拜天，5月2号哈、哦。那我们王禅老祖辛丑年的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法会是国历的5月1号到5月8号嘛，啊、哦，所以大家都是非常的忙。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哦，雅琪啊，戴上这个口罩讲话哦。这口罩会跑到我嘴巴里面，真的是有时候稍微拉一下动作哈，比较不优雅，大家也不要介意，因为现场嘛，自然嘛，就必须要这样子。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可以看哦，这一桌大家也是很认真了。来，师姐，来，嗨，你好，来，师姐，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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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太好了。在写什么？写三宝师，三宝师。有供养什么年位吗？有大牌位。哦，大牌位。个人的大牌位。好。所以早上几点来？我十点。是哪个道场？普里道场。普里啊，对，很棒，很棒哈。好，谢谢。加油。谢谢。来，师兄你好。哎，你第一次来吗？哦，我好多次了。好多次了。你跟谁来？我老太太。来，奶奶，哪个人？我跟您太太写在这顾问。哎，是嘛？你没有想到今天看到你，跟看到林先生。你看到我呢？没有。谢谢。一样年轻。啊，我们在一起，林先生。哎，这位先生爱阮查囝，爱阮孙啊。哦。啊，叫。叫人来哦，是，很好。我刚刚看到你，后来没有想到，真的就是有缘这样，线就牵上了。他是你的先生，太好了，在这里相遇，好。感谢你啦，还是这么虔诚。真的啊，因为好，我想感觉讲，哪座拢会用啊，啊来遮，车道的祖先甲英灵，啊有感觉，是安尼。啊有，你有其他，譬如讲，还现在还做法工吗？有。即个牛郎做啊，普通时在那在做。哦，是哦。嘿，普通时是当时来做。普通时都，反正那这有了有要紧，咱的先生咱才来做。哦，对。安尼，啊，这是互人做，咱要讲。是。啊，有人爱跟你联络吗？啊，有人联络你来吗？有。哦，很好。有咱真的几个人啊联络。啊，你讲住伫南投吗？我住伫大川。葡萄所在遐。哦，对啦，哦，我知道大川葡萄，你那讲我的知，但是我对这个台中的地理啊不太了解。安尼哦，我来发会阮老爸、阮老母，啊，甲因阮两阮家的英灵啦，啊，祖先。哦，是，很好。好，啊，谢谢你啦。啊，祝福你们全家嘿。好，谢谢你哦。哎，这是你的小孙子。小孙子啊，小孙子，你要过来，这么年轻要过来一下啦。来，我要跟你讲话。哎，你几岁？小孙子。我15岁啊。15岁啊？哦，你拢讲，你都讲台语哦。对啊。伫厝也拢讲台语啊。啊？伫厝也拢讲台语。伫厝人家阿公阿嬷讲的拢讲台语哦。对啊。15岁啊，读倒位？读大川国中。啊？大川国中。大川国中哦，哦，恁大川名产是什么？葡萄。葡萄哦，哈哈，真的讲一口台湾的流利的国语哈，台语哈。所以你上课的时候跟同学在一起也是讲台语吗？没有，都讲国语。都讲国语，很棒哦！你以后长大会很帅哦。我可以看到，因为你阿公也很高，希望你也很高。你现在身高多高？差不多162那边。162，哦，加油！下次看到你，希望你长到170，好不好？好，谢谢你们哦，不打扰哈。好，谢谢你啊，好。师兄你好，嗨，
赶来问候一下爱心义工丽人篇的节目，我是李雅琴，你好。第一次来吗？没有，来好几年了。好几年了，今天是你跟谁来？跟妈妈跟姐姐。哦，跟妈妈跟姐姐，哪一位是妈妈？弟弟妹妹。妈妈好像在休息，这个姐姐。姐姐啊、哦，哎、欸、你好，哎、欸、你好，秦师姐，哎你是、啊、你是大姐姐啊、哦，我知道啊，知道，你好你好你好，好，哎、欸、没有想到哈、哦，这个就是姐姐弟弟啊、哦，哎、欸、你们兄弟姐妹应该都很好。嘿，我们是基隆道场来和顺汽车有限公司，对，嘿，每年都有来这里拜拜，是太棒了，太棒了。所以自己做公司应该有超度你们的公司工厂的地基组吧？有都有，嘿嘿，都有设灵位，嘿有。所以姐弟的感情都很好哦。妈妈，你好，你好，你好。哦，你好，你也是家人吗？系啊。哦，你带给他，接等我，你带他来哈。对，哦，带我们来。哦，好好，祝福你耶。好。啊，今天第几届来啊？好，谢谢。第几届来了？第五年啊。五年啊。哦，好好好，老祖加持嘿。好，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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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大安寺，你是虔诚哦，背岗。背岗啊。背岗哦，背岗哦。啊，吃大拢没问题。没问题，拢会使。住林口，我们现在是住那个香菇寮呀。香菇寮。啊，香菇寮。哦，安尼大有好势嘛？对呀。你可以晒了哈。来来来，哎啦。啊，这个都写好了吗？差不多啊。差不多。还没病呢。啊，等下哪休困就当病啦。我相信你们比我更内行啦。哈哈哈。对啊，超到过两年啊。对对对，哈，加油嘿，加油加油，好。哎，师兄你好，你第几届？第几届？哎，师姐啊！哎，你好，第几届？25届。25届啊！是哪个道场？中山道场。中山呐？对对。哦，你们中山不得了了呢。没有没有没有。你们法师圆寂法师带领的非常好哈。没有没有。所以中山道场什么时候就是有多少人当法工，你知道吗？今天来了有三台车。三台车，对对对，然后晚上再一起回去吗？对，是的，是的，太棒了，对，谢谢。这个也是，这位也是，哦，不是，好，所以你这供养什么灵位？哦，我这是累世，就是累劫冤亲债主，是是是，好，加油嘿，好，好，祝福你老祖加持，好，谢谢谢谢，哎，师姐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好，你们好，哦，哪个道场？泸州道场，泸州道场哦，哈、哦，是你是？我是女儿。哦，女儿哦，哦，您咋样？哈，虽然戴口罩，看起来很有气质。谢谢，谢谢。有在上班哦。是。哦，好。还在上班，努力。对对对，应该是这样了哈，应该是这样。啊，有来上课吗？还没有，还没有，下一次吧。妈妈，你也出来，你别想。对了，要加油了。谢谢你。啊，这个代替妈妈写。对。有什么连位？你知道？帮你妈写。哦，帮你妈写哦。人口很多。嘉义加班个人口多。13个人啊。13个人。13个人哦。哦，好啦，你给倒下一个啦。哈。帮忙写一下啦，哈，好不好？写一下，顺利，等一下就可以那个拜拜了哈。好，谢谢，祝福你们，老祖加持，老祖加持。好，这里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服务处。你好，师兄。你好。嗯，你好。哪一个道场？这边是大安寺的。大安寺的，全部都是大安寺。来，大家招招手好不好？大安寺的，来，也是大安寺吗？来，招招手，没关系的。来来来来，大安寺，嗨嗨嗨哦，我们看，很好很好，桃园道场哦。今天忙不忙啊？还好，还好。很忙。为什么他说很忙？你说还好。好，没有，因为今天放假，大家都往基金来。哎，对，好好，对是。所以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呢，就是说，护持我们维新圣教。所以这功德基金会呢，我们的护持金呢，一个月才100块，但是功德是无限大的哈。好，那我们再来。哎，看看一下哈，也就是让他们忙。今麦是在无用什么？来把那个智慧掌旗带回到仙火寺来。哦哦，听，把辖区的一些那个有缘的那个，对，带回来这边听经文法。行，那你是哪一个道场？我桃园道场。桃园道场。哎，得归改。啊？得归改。哦，18届。哦，18届哦，那也是读很久了哈，不简单。那你怎么来？
啊，我刚刚跟师兄来，跟师兄一起来，啊，师兄去无用，嘿，去无用，分工啦哈，因为老实讲哦，要分工，因为我们拜拜时间是有限的时间。这个法非常殊胜。是。好，我因为来学这个易经，才知道说，世间法，无所不在。是，所以会继续再学下去吗？会继续。好，非常棒。哎，老祖加持，祝福你。好，谢谢。好，我们现在看到了王子雄哦，我们王讲师，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雅琪师姐好，今天我们来到庚丑年王禅老有圣诞法会，很多智慧长都把我们和敬平安旗带回来。那每年回来的时候，我们都会盖个双龙法印，有混元禅师消灾化解和敬平安的双龙法印。你看到我们这个智慧长师姐，她的和敬平安旗里面已经盖满了1、2、3、4、5、6、7、8、9，到今年9年了，就知道她在地方服务非常好。然后我们在之前都会请我们智慧长先占个卦，那卦象里面如果不平静的情况，我们才特别功德基金会设有联位，那智慧长会发心为他的会友、为他的辖区设有联位，然后设有普桌，会有三宝师来消灾化解，这都是我们智慧长承老祖的使命，来广结善缘，以法会友，以法会心，所以我们感谢智慧长的发心。来，我们和敬平安，付出一份心力，阿弥陀佛。非常棒哦！我可以问你一下吗？虽然9年了，但是为什么你这张旗颜色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每天诵经啊，我把它放在我的那个神明厅里面。每天早上我都诵经啊，我会点静香。哦，所以熏黑了。对。我想讲一个点较特殊，在五九来九年，颜色不一样哎。哦，这个我们在每个支位旗都有它特别因缘，也可能它供奉地点。像刚才支位长说到，他有在烧净香，他可能供奉在佛桌，所以我们供奉在佛前的话，我们供在左边，或者自己的办公桌的时候也都是龙边，然后刚适当地点会有它发挥它很好的效果。这个是我们支位长的威德力。那也感恩这位师姐，那你稍待一下，我帮你填个文书，阿弥陀佛。好，谢谢王讲师。那这个智慧长旗，他可以收经哎。如果说隔壁邻居啦哈，他说我的小孩子都哭闹不停，你就把它拿起来，那个法师教的啦，他说你就这样前面给他7遍，后面7遍，他就平安了。要念什么吗？就王禅老祖啊，哈，乾兑离震巽坎乾坤。对，讲的这个。我们的八卦心法了，八卦心法哈，非常棒哦。好，那今天来的人多不多？我今天来的执会长非常踊跃，因为今天我们是法会开始的第二天，也适逢礼拜天，所以我们大家都有时间回来总本山来这边参加法会，也把执会长平安旗请回来。那最早请回来，我们下面在那个地方会有供奉执会长特别的法仪，最后有一包米可以拿回家。一起平安，阿弥陀佛。好，谢谢。哎，谢谢你，加油好，希望明年还能够看到你啊。好，明年来就是十个了啊，加油。好，各位显示同修大家好，用意力连天的节目啊，在我们每一次的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喜灾水陆大法会呢，我们一定都是要好好的把这个美好的一刻紧紧的抓住啊。可是我刚刚跟我们的摄影师商量的结果，那这个到底人这么多怎么进去啊？应该呢，今天呢要进去挤在一起啊，声音收音也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们先请我们的摄影师哦，把这么好的一幕呢，把这个。应该是摄影机挑高了以后，先让大家先看一下哈，然后我们再来一一的介绍，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哦。这里面呢，我们就是有三宝司，还有文殊天写区，最重要的呢，常常大家一定要到的就是说联位查询处服务台。那这边的联位查询处的后面呢，就是我们领文书的地方。
因为在我们的净土坛呢，公社的这一些的联位，那必须呢要有这些跟我们莲座上的这些的诸灵呢，要能够应心的时候呢，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慈悲，你只要照我们文殊这样来供念就可以了。今天人真的非常的多啊，尤其今天是我们5月2号礼拜天，水陆大法会呢，辛丑年就是5月1号到5月8号，新逢礼拜天呢、啊，真的人非常的多，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暂时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个重点式的介绍，等一下呢，稍微有空隙的时候，我们再进去一一的专访一些特殊，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景象也是很有趣的跟大家来分享。谢谢大家，阿弥陀佛。你从哪里来？从丰原来。丰原哦，我看你平常好像很有修行的样子。之前有在丰原教室，现在是丰原道场啊。是，对对对对。好，现在呢？现在有先休息，休息一阵子。对。休息的原因呢？现在先工作。先工作。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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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家里只有你一个人来上课吗？爸爸有在开课。爸爸也在开课。爸爸是哪位？爸爸在那个社口的那个社南。色男、啊、对对，可以告诉我们他是杨金钟，有杨金钟讲师，是不错不错，新进的讲师啊，是的，是的，很好很好，加油，你要多学感谢师姐，妈妈都已经在学了，你就要多学，是好不好？好，好，加油加油，阿弥陀佛，谢谢谢谢老祖加持，好，你好你好，又一年了又一年了哦，对对对，又碰面了哈，来介绍一下哪个道场？我是泸州道场第十六届。泸州道场第十六届。我无咧读，我无改。你无改啊？同修呢？我见啦，阿公婆的同届啦，哈。所以泸州道场今天来多少人，你知道吗？没有，今天是坐阿贵的车了。阿贵的车啊，好，非常好，非常好，好，很高兴又碰到你。我是七号会再来这里护坛。好啊，很好啊，哈。七号会来护坛，那我今天是来。拜拜，来变门锁。圆理法师你好。那天听你在给学生介绍哈，带了多少学员一起来？这是那个大师殿的这团州书家也在三星大德。是介绍他们的地理啦。是，太棒了，太棒了。都非常的，非常的很诚心的来这里了解。是。所以这一次你是我们辛丑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喜斋水陆大法会的副执行长嘛哈？对。所以。好像都是在你张罗嘞。对呀、啊，今天呢，今天就是很荣幸哈，来为大家来介绍，为大家服务啊。是。因为这个地方这么好的地方哈，一定要介绍人了解啦。对。爱客接来啦。嘿，这里有福报啦，不是，这不是个人的，是大家的福报啊。是。是诸佛菩萨是福报，老子的慈悲啊，希望人来这里哈，能消灾化解，接触这个佛法啦。是。这样子。我们这总共来了几位？一台游览车，一台游览车，40位，40位，40位，是，所以一台游览车啊，对，今天公安吼会主笔来，对，那个你那个会长有来吗？我那个李，不要要哦，是，各位善知识大德，大家阿弥陀佛。对，这是咱的台湾吼，咱的台南桂林台湾祖师吼，桂林大事件的善知识大德。台湾祖师真的很慈悲，牵引了这么多的善知识来这里参拜老祖，也希望诸佛菩萨、台湾祖师加持我们的善知识，大家能够消灾化解、平安顺利，大家福慧增长。是，所以我们非常的欢迎哈，以后希望你们也常常来。好，刚好今天又赶上了我们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的水陆大法会护国喜斋嘛，为了我们台湾平安，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好不好？好，大家加油。好，那大家对着镜头招招手。谢谢我们的雅琪师姐，谢谢，欢迎，谢谢。